歡迎出席無線新劇發言人明日開庭報道，我是今天的司儀阮嘉曼。 Hello，我是朱慧琳啊。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很開心可以介紹聽到我們首播的發言人，即是劇力萬軍。我們主題曲轉捩點也非常之厲害，當然啦，主題曲就是由冠軍導師被譽為是唱功天花板的李克勤老師所主唱的。事不宜遲，我們立刻看看這個 MV 好嗎？好啊，好，我哋劇集嘅片尾曲咧都非常之好聽，千寵愛嘅小天后嚴明熙所主唱噶。哦，你哋想唔想聽片尾曲咧？嗱，而家冇得聽住喎，咁咧大家記住留意發言人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即刻請出咧思雷律師事務所嘅金師爺馬國明出場。哇！金師爺，係，我覺得最緊要咧係婚姻註冊，因為你今日好事緊啊嘛。係啊。係咪啊？我哋而家唔講結婚呢啲嘢住，我哋講下啲好朋友先。哇！我呢班老友咧，全部都係啲大狀啊，好勁啊！全部隔離，我哋要擺一個 pose 俾前面嘅全部朋友影相。好啊，我哋可唔可以加埋後邊何依婷啊？當然可以啦。喺呢度同我一齊影相。喺呢邊。咁我睇嗰啲。唔該曬你哋啊！因為咧，我知道其實好多觀眾啦，對你哋喺入面做監工咧，其實都非常之期待。我睇好多新聞都有講你哋啊，譬如肖邦咁樣啦，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？其實透露少少入面嘅情節咧，因為好多觀眾都想知啊。我有答案啊！唔講得。哦，我總之就是一個奸角，冇錯。律師咧，啊，亦都唔係一個大律師，但係亦都唔係一個小律師。咁我就揾到幾多錢下嘅。咁啊，跟住咧我就律師之後，跟住我哋再請下一個團隊嚟啦，哇！我哋請發言人嘅華麗助攻團隊，分別有希望聽晚開庭啦。咁啊，大家多多捧場。所以咧，我哋就想請埋。戲劇組的製作組，我們有請監製陳志剛。